阿星教你打 B-box， 清晨录音棚教学时间。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，哎，这种弹舌气流特效音。首先，弹舌你会的吧？肯定会的嘛。好，在弹舌的时候吸一口气，是喝，喝喝喝，喝水的喝，喝这个字，这个发音，往里吸气。吸住的哦，好，弹舌，吸气，同时，哎，出来了这个音，嘴型的变化，嗯，可以决定它的音调。哎，好，这个很简单，很有效，也好听。好，然后下一个这个音比它稍微复杂一点点，有一点点共鸣在里面。原理一样，弹舌吸气，但是之前有一个小的窍门，把你的嘴哦这样子哦，里面有个空间哦，好，弹舌，有一点点这个口哨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好，吸气，哎，这种感觉，这是第二种，还有一种。稍微再复杂一点点，但是也很简单，有点那个水滴的感觉，只要用到这个口哨，不用肺出气，就舌头的力量，会吗？好，在这个基础上弹舌，这个音的好处呢，它是不用气流，不用你的肺，可以加鼻音。哎，这三个音很简单哦，一个一个来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简单好用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星。关注屏幕下方清晨录音棚公共账号，回复 B-box 教学，我在后台等着你。